老婆，你今天买什么东西了？我卡里面扣了10000块钱。我买了个包，才花了100块，你说划不划算？啊，那剩下的9900呢？买了个搓衣板喽。你9900买了个搓衣板？啊，老婆，你人贵不贵？你9900买了个搓衣板，还是塑料的，你问我贵不贵？你就说贵还是不贵？不是，你9900买个搓衣板，它肯定是贵。贵还是不贵？老公，这搓衣板贵还是不贵？啊，这到底贵还是不贵呀？你觉得到底贵不贵？嗯，不贵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生气呢。不会不会。9900，它怎么，它不贵吧？是吧？不是，老婆，以后咱家这种东西，那少买，有洗衣机嘛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6:30。